们在干嘛？这个是什么啊？原来已经被你们发现了。我还以为你是要我们帮你找回公道，没想到你心情那么重。是啊，你自己自杀，还怪罪给别人。所以你从头到尾想利用魔神以报复的目的吗？你们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啊！我们没有不懂，我们只是没有办法接受把我们当成工具，让全世界都活在你的谎言底下。我只想把我的痛苦都还给他们而已。那也没有必要把整个自己都赔下去吧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。王少子，我从来没想过是这种人。但是我觉得生活中就少了这么一点点的乐趣，况且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心情美丽，我现在已经跑出来当一个巫师。我呢，才不会跟 boss 一样折磨我的背后。废话。总之啊，我也是个小女巫啊，是超可爱的那种。话说。白色的，而且还有小碎花。别看你乱看的、啊，还不是某个学什么电视上美江烧毁烧你头啦，整瓶都被烧掉了。害我只能跟我阿妈借，还不能跟他借，不小心。看起来愁眉苦脸的，想不想帮你啊？对啊对啊，我超会的。其实是发生很多事啊，反正我叫我的朋友帮我告诉我叔叔婶婶，可是他们发现我骗了他们。Wait a minute， 宝贝，为什么你要告诉你叔叔跟婶婶？从小到大，我就一直受婶婶的欺压。原本叔叔还会来关心我，安慰我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竟然一起来家暴我，我当然受不了啊！所以我才选择自杀，然后让他们告诉全世界的人是他们杀了我。不不不，你这样子何苦啊？你不要再弄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人只要死了，就没有法替自己辩护。可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方法了。哇哇，虽然看起来傻傻的，但我不得不说一句，你真的蛮笨的。我才没有，我考虑很清楚了。为了让他们得到报应，我没有选择。Oh my goodness， 亲爱的。是啊，好了，我都说这么多，屁啦，你什么都没讲，你闭嘴。现在是我家父长寿的时候，早睡早起，精神好，皮肤会像我一样。不是吧？我应该用他们的这些，我相信他们会原谅你的。小胖子，
起驾 ，Go Go 出发 ，Go 跟起啊！下车是我的宝座，谁都没有。出发。可是这样